我们创作者一个比一个还疯。天哪，我的！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但我真的谢谢你们，你知道？不屌，这上面杀小了，他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但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的天哪！我有时候都会觉得，就是。每次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我那个好想给自己休息的时候，我在看到一些明星大赛作品，或者是你们用你们的才华，然后弄在我的实况身上，我都会觉得我应该没有那么好，值得你们这样，对啊。那所以我才觉得应该要继续努力，然后更坚持下去。那个谢谢你们。因为你值得我们才可以这样，不管是你做直播还是 email， 什么你很亏，但谁不愿意被自己喜欢中的看到都是梦想。一个小丑，然后拖延症还很严重，有时候又会又很死屁孩嘛。谢谢你们所有的付出。你知道我原本做 IT 就好玩嘛，也没有想要赚钱，只是后来开始出来做我创作那件事情，然后我生活过得不错之后，就更执着往创作去走，而走到最后，创作慢慢的热情被消磨掉，一直到我突然觉得，我以前有个梦想是想要在出去上，可能开直播要去给大家看，原本也是做好玩的，清清到后来我觉得好玩的东西，你这个远离这个远离这个，离开离开，开始就把这东西商业化，一直到说昨天前天突然有种迷惘的感觉，就是然后在上班呢，点阅也没多高嘛，这影片点阅才400多，订阅才300多，这个没有办法转成钱的一个东西，是单纯只是想要做好给我们看，给我跟尊我西洋看，知道？就突然觉得，就感觉自己应该要更努力的感觉。嗯，我真的谢谢你们。